男婴儿跟女婴儿闻起来就是不一样，因为有三个都女的，然后每次一闻我都这样，好香哦，奶香，妈妈上瘾了，那就是很香了。然后刚才那个马凯尔的儿子，我就让你抱，我说哇，男婴跟女婴真的是有差哎，我说没有奶香吗？怎么会有那种头皮男人的油味？假的，油皮很没有。然后后来马凯尔就说，哎呀没有了，我昨天忘了帮他洗澡。他每次都会传他的儿子的影片给我看，我就说好可爱卡哇伊，然后他就说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像王世坚吗？I love。 他精神很好哟，他不会怕生哈，他不怕生。他是有抓头发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就是自然。晶晶很有型哎，我想帮他抓一下。很有型哎，很油的。你没有闻一下，是真的是男人味哎。他还蛮稳定的。对呀，就是油垢味啊。油垢味。